鲤鱼潭在花莲市的南方17公里，整个湖面有100多公顷，潭水澄清，加上高山森林的陪衬，波光山影，环境非常优美。每逢夏日，这里的游客特别多，年轻的人尤其喜欢雇着小船慢慢地划着玩，享受大自然的乐趣。鲤鱼潭的对面有一个高山，早上会有一片片的白云围绕着，散步山下令人心旷神怡。小院长特别命名为慈云山，象征祥和。